你知道什么叫口头爱情吗？我不是让你收拾屋子吗？这都几天了。这把打完我就收拾，忘了。对不起啊，你累了先休息会儿吧。下这么大雨，你怎么自己就回来了？擦一下吧，不是说我来接你吗？我六点半就下班了。对不起啊，小象，我忘记了。没事。小象，我家宝贝在吐什么呀？这么香。我肚子疼得很，你来公司接我一下吧。你谁呀？你居然好意思问？你喜欢他？是。他有什么好的？能让你出轨？他哪里好？吃点外卖吧，这样下去胃不行。谢谢，不用我。小夏啊，那个下暴雨了，我开车来的，要不然我送你。哦，我男朋友会来接我的，谢谢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嗯。以防万一，给你留的。小夏，干嘛呢？我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，就做了下功课。这个涂起来润而不腻，味道还甜甜的，吸收很快。这个是桃子味的，和你很配，希望你喜欢。走了，拜拜。哎，我已经买了。他好就好在你口头上的对我好，他都会用行动来实现。行，祝你幸福。如果一个男生说喜欢你，小夏，走吧，带你去医院。先等他百般照顾的时候再相信。爱情从来都不是说说而已。